哇，好大好大，这么大的楼像你们见过没有？我是没见过啊，这个在海里面要活了几十年才这么大，所以我真的是没见啊。这个我看到吧，好几年才能见到这么一只，大家猜猜看，这个大龙虾的话要多少米？要多少米呢？小伙伴们，大海退潮了，带上我的无敌小鲨鱼，咱们出发赶海喽！我去，这是一只大水母啊，搁浅在沙滩上了，这个头也太大了吧！这个海螺壳漂亮啊，豹纹的，送给点湖心的小可爱们吧。看到没，扇贝边上有蓝宝石啊！我去，还在这乱动呢，看吧看吧，你给我出来吧！哇塞，赤甲红一只，漂亮，收了，带走。哎，有只鲍鱼啊，它的壳非常的炫彩漂亮啊，你看看，嘿嘿，这是顾头不顾尾啊，这小皮皮虾太搞笑了吧，出来吧，收了啊。哇，漂亮的大海啊，喜欢碧海蓝天的小伙伴打个666，这是龙尾鱼，这只大龙虾是哪个粗心的小伙伴忘记带走的吧，你看看还挺调皮。这样清理会比较方便省事一点，首先拿大剪刀对着虾头虾尾前面这个位置一剪子咔嚓下去，然后看到虾尾和很多脏东西的话手挤一挤，然后拽出虾线，全部脏东西都可以全部再拽出来，可以看一下哈，学会的朋友小心点亮。人爱吃小龙虾，但是处理方法都做错了。今天六个步骤教你最正确的小龙虾处理方法。第一步，首先剪去小龙虾的钳子，这样在后续的处理中不会夹伤自己。第二步，用小姨子的牙刷刷去牙齿和肚子上的污垢。第三步，剪去虾头，取出胃囊，这里面都是没有消化的食物，非常的脏。第四步，在虾尾中间位置捏紧，旋转90度，轻轻地拉出龙虾的奥利给，也就是虾线。第五步，抓紧小爪子，用力的拽出龙虾的鳃，这是龙虾呼吸过滤脏东西用的，也不能吃。最后一步，将处理好的小龙虾加入白醋、食盐，抓拌1分钟，这样表面的脏东西就全出来了，然后再用清水洗2遍就可以了。这样处理的小龙虾干净又卫生。第一只小龙虾呢，方法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先掰去虾头上面的壳；第二步，摘掉小龙虾的虾鳃，它是用来呼吸的，非常脏；第三步，摘掉龙虾的胃，因为它是吃腐食的，所以胃里面特别脏，不能吃。龙虾头里面的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，是可以吃的，非常香，所以说不需要去掉。虾钳和小爪是不能吃的，去掉。第四步，剪掉龙虾两侧的壳。第五步，从剪开的地方很容易就把所有的虾肉都扒出来了，这个虾肉不是都能吃，你看揪起一小层皮了以后，你看到这里面有黑色的东西，这是龙虾身体里面的肠道，黑色的东西是它的奥利给。把以上这些不能吃的去完了以后，剩余的是全都可以吃的。你学会了吗？如何正确判断皮皮虾性别的方法是这样的，一共有3种。第一种方法，看皮皮虾脖子的部位，它脖子上带一个白色王字的，这种的就是母的。对比来看，左边那个不带王字的就是公的。第二种方法，看最后一根小腿的两侧长没长这两个小须子，长须子的是公的，你看这不长须子的，这种的就是母的。第三种方法，看皮皮虾的尾巴，尾巴里透出黄色的是母的，没有黄色的是公的。这是最全面最简单判断皮皮虾公母的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刚抽干了，这满地都是这个罗氏朝虾，我这个妈真是一抓一麻袋啊，属实过瘾啊。进来老铁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否留下个双击？我知道要也没人给，但是我还会坚持要下去的，不要脸了，呵呵，我加上观众，今天回不去了，我天哪，本来想不剪了走了，结果又碰了一大片。
如果说这手里的虾是徒手抓来的，应该很多朋友不相信。其实这虾是很好抓的，他们的好奇心很强，有的甚至会主动游向你。当然，如果想在速度上快过他们进行前抓，那是有点难的。我们只需要保持两个手掌半开的状态，然后慢慢靠近他们。等他们游到两个手掌中间的时候，快速合起双手就可以了。又来一只。今天回不去了，哎呦天哪！本来想不捡了走了，结果又碰了一大片。完这以后，我接着探索了很久，我又发现了好几只龙虾，但是由于体力问题，我只抓到了五只。很可惜，由于在水下的时间很长，我很冷，没有顾上一只拍摄，所以并没有拍到那么多精彩的画面。整整五只小龙虾，然后还有一个马粪海胆，走吧，赶紧把它们吃了，暖暖身体。刚刚真的太冷了，我都没有缓过神来。我现在刚刚缓过神来，我才想到，这个五个野生的龙虾，还有一个马粪海胆，在外面得卖多少钱啊？我估计最少得1000多到2000块钱了吧。等待了许久，终于熟了，我们去把它吃了。一打开就有一股香味啊！受大风影响啊，海面上被吹出来一只大虾啊。看样子好像是固头不过尾啊！哎，这么大一只皮皮虾啊，不对，这是大斑马虾啊！咱们把它挖出来看一下啊！这么大一只哦！手机有电，并且第一次见的话，咱们能不能留下一个双击？记得加关注啊！每天皮地产此刻为美好喝彩，来了一只花盖蟹，别看这个头小，它的肉质很肥美哦。嗯，哈哈，这里又发现了一只关公蟹，这个螃蟹是我见过最丑的一只了。嗯。点进来的哥哥姐姐，麻烦您帮把小红心点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这只贝壳漂亮吧？发现一只蜘蛛蟹，喜欢大海、喜欢海边生活的，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带你玩喽，谢谢大家。看，海面又退潮了，那礁石区都显露出来了，咱们下去看看有什么海鲜。来得够！哇塞，看到没？发现个大尾巴！哇，我靠！我出来游泳了，我手滑了。哇，我的妈嘞，这么大一个龙虾，今晚有口福了啊！哇，好大一个，收了啊！这刚一下来就发现一个推土机啊，看，哇塞，我的妈嘞，好厉害呀，收它！快看，这个位置发现两个海螺，还背着它呢，还得看，扫在一起的啊，收！哇塞，这个鱼的技术好像不到位啊，看，一头塞在沙子里面。哇哈，鲳鱼啊，收它！哇，它要跑！我去，喜欢大海了，点亮小红心加关注。